们根据这个发射计划，可能首先呢是长十二火箭进来，在二号公位进行核练。那么未来呢，我们长八火箭将会在一号公位进行核练。我们总的目标就是，通过这些真实舰的核练，确保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。在正式发射的时候，不出任何问题，确保圆满。将来可能把二号公会打造成一个具有这个广谱的一个适应的一个，甚至说某种程度是我们一个代表性的，将来能够为好多新型号进行这个试飞的一个公位。